这有一个大料啊，环际航空暴力驱赶中国母亲的视频，还是老样子，你看着给吧。我以为你是出于道义才拍的视频，没想到不过是利用别人的通俗赚钱了。哎，这位先生，谁跟你说道义跟赚钱就不能并存了？啊，我要是把这个视频卖给媒体的话，那不一样也是可以帮到中国母亲的吗？视频的价钱能不能再少一点？刚才你要是不那么说我呢，我可以考虑给你打折，但是卖给你现在这种伪君子，就刚才的条件一步都不能让。你没想到啊，神秘人居然就是你啊。作为一个 BCN 新闻社的专业记者，想要找到一个人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环际航空买这个视频是为了灭火，而你们媒体需要这个视频来点火。我收了环际航空的钱，又把视频交给你们，良心上我过不去。真遗憾，我本来想今晚跟你好好过的。你这么殷勤，是不是在国外的时候有什么情况？我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来帮我应对这件事，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得力的人。